有咩吸引 Captain Nancy 出动？原来嘉燕姐的艺术学校在中山举行20周年大汇演，嘉燕姐和来自新加坡、香港、中山、广州、湛江的过百位学生一起演出，当然还有嘉燕姐的可爱三岁孙仔 Julian 都有份演出啦。今日仲吸引咗两位泰国嘅公主远道而嚟欣赏演出，连天王成成都有现身舞台。咪住，睇真啲，其实系福禄寿训练学院嘅临时郭富城嚟噶。另外两位学员赵仲瑜同黄建东亦有份演出。福隆壽嗰個訓練學院咧，真係做得好好。哇！阿郭富城，哎呀，臨時嘅認真。係。我好多謝你，你特別咧。係我個榮幸真係。特別喺廣州過嚟，係啊，好多謝你啊，係。Thank you. 我嗰啲學生睇到你嘅表演咧，佢哋個個都覺得好精彩啊！哇，真係學到嘢咁啊！即係好好啊！你啟發到佢哋去扮嘢嗰種精神，因為其實扮嘢係難㗎。係。你話唱歌跳舞係易啊，去扮要學足嗰個神髓咧，真係花好多心機啊！係。讲讲下福禄寿训练学院的筷子机和赵亮超亦突袭嘉燕姐，送上花束俾个惊喜嘉燕妈妈。喂，你真系远道而嚟喎，佢特登佢哋嚟捧我哋场噶喎。佢哋真系好有心思噶，你睇佢哋两个着绿色嚟衬托你呢一朵鲜花。最紧要就系可唔可以下次预埋我哋啊？梗系。原来拗捞嘅佢哋。問得成班就話可唔可以預埋我？我哋嘉燕媽媽嘅 show 咧，肯定會越做越大。韓國天團 Super Junior 日前去了台灣開過場，眾所周知，其中貴賢超級喜歡去台灣旅行，最近他還圓夢受邀擔任韓國市場台灣觀光代言人。為了保密，原來他就算來台灣拍宣傳片，一班 SJ 的隊友都不知道。지금최대한비밀로하려고비밀유지중입니다그래서멤버들귀에는최대한안들어가게네멤버들은지금까지모르고있을겁니다그냥타면쉬엉치소위미미모먼트미미저는대만에오게된지정말오래됐는데이제야제가됐다는사실에너무나도감격스럽고좀더많은분들께대만의아름다운곳과또맛있는음식들문화들을좀많이소개하고싶은생각에굉장히행복합니다呢次貴賢嚟到台灣，咁啱有兩日遇上地震，令到佢都一度覺得不知所措。사실그지진을경험을많이안해봤었는데어제는이대만관광홍보영상을촬영하는중간에이제건물에서있었고요어제있었던지진은그리고오늘새벽에7시반정도에지진이났던걸로알고있는데그때는호텔전체가움직여서놀라서깼습니다그래서도망쳐야말아야되나고민을많이했습니다那我想要延续一下地震题，就是假如它是裸睡的话，地震的时候呢，要先穿上衣逃跑，还是先穿裤子逃跑？저는낮채로잠을자지않습니다그래도바지를입어야되지않을까이상한질문에지과야지과야之前貴賢多次去台灣旅行，亦拍 vlog 記錄點滴，當中有食店將佢介紹過嘅美食變成貴賢套餐推出。作為台灣觀光代言人嘅佢，唔知又會推介邊三樣台灣嘅美食咧？魚肉麵，還有油條跟豆漿哇，一個啊 ，set。油条和豆浆一个，牛肉面，还有，很多，好烦恼。
单兵。我笨蛋点。啊，七十单兵。记招上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有记者提问饮酒相关问题被阻止，亲民的桂贤主动话冇问题，可以回答，赢得全场记者的掌声啊！跟住佢。可以，OK， 确认一下。为什么？谢谢圭贤，谢谢大家配合，不好意思。뭐고량주위스키맥주뭐다마다마셔봤어요네저그대만여행왔을때부터항상저는여행을가면그나라의술과음식을먹는거를좀좋아하는편이어서네다먹어봤습니다香港的大熊猫盈盈最近难得诞下龙凤胎，真是超级大的好消息啊！除了香港的大熊猫受大家关注，首只在韩国自然繁育出生的大熊猫福宝都大受网民欢迎。福宝日前经历完四年的海外生活送返中国，在韩国长大的福宝大受韩国市民喜爱。最近韩国那边还为福宝制作一部纪录片，讲述福宝在当地生活的故事，和福宝犹如亲人的护理员姜爷爷姜哲远联同导演现身发布会。早前去中国探福宝的姜爷爷提到福宝就表现得非常开心啊！뭐외모적으로는특징이굉장히다양합니다귀엽고예쁘고사랑스럽고네이게일단정답이고요외모로보면약간이머리에뿔처럼나있는털이굉장히특징이있는친구고얼굴이굉장히동근형이죠사실은엄마아빠가동글기때문에그렇긴한데정말약간그귀여움을사람들의마음을녹이는그런체형과얼굴을갖고있지않나作为熊猫饲养员的姜爷爷对大熊猫的爱护，大家有目共睹。见到福宝咁听姜爷爷话就知啦。不过姜爷爷就谦虚表示，照顾好福宝是佢嘅本分。再睇翻纪录片，亦难免勾起同福宝相处嘅点滴。所以姜爷爷都话好挂住福宝啊。근데사실은또福宝를좋아하시는팬들에게도늘그런말씀을드렸어요우리가이별이라는걸있을때충분히잘해주고이별하고나서는그동안잘해줄걸하고후회하는그런실수를범하지맙시다라고이야기를많이했었는데날짜가다가올수록그게제자신이사실은지켜지지않더라고요감정기복도심해지고그런일들이있었고또푸바오를보내기직전에이제어머님을여의게되면서감정이중첩이됐던것같아요그래서이런상황에서푸바오를데리고중국에간다는게많은분들이이해를할수있을까납득할수있을까근데그건중요하지않았어요워낙중요한일이었고제가해야될일이었고아마어머니라도그거를원하셨을것이다라는생각을하면서그런감정들이많이중첩돼서힘들기도했지만또한편제가당연히해야될일이라고생각하고그런결심으로가게되었거든요그래서아마보내고지금까지도푸바오가가슴가득있지만아마그친구를평생잊지못하고가슴에품고살지않을까라는생각을합니다即将升呢做爸爸的林奕康日前终于砌好张 BB 床，等待迎接新成员报道。另一边上，佢首新歌就抢先诞生。呢次阿 Feel 的作品曲风轻快、口语化的歌词，亦带俾阿 Feel 唔少挑战啊！出咗一首《波希米亚》之后，梗系出一啲唔同嘅 style 嘅歌啦。咁今次咧系好硬啲啦，呢、這个叫 Table Track 啦，咁系少少节拍咁啊。大家可以聽輕鬆啲啦，啱佢心入多啲啦，係。所以 Serena 嘅詞，我不嬲都知道佢嘅詞係得意嘅，佢本身個人好得意啊，係需要時間去消化少少啦，因為口語化多啲啦，有佢嘅 humor 啦。為咗配合呢首歌正面歡愉嘅主題，喺 MV 拍攝方面亦都營造出好開心嘅氛圍啊。個 MV 就講話我係揸住架車。咁啊，帶領一啲人去嘅地方去玩。咁啊，其實我記得我唱呢只歌嘅時候，即係佢話講到係跳舞、喐身喐勢咁樣。我少少幻想是自己小朋友的咁我自己小朋友未到啦，咁但系好似有个小朋友同我一起玩，有种好似有父子感觉少少咁样，系加埋啲音乐人啦，因为快歌或者呢个叫 table track 系有多啲人一起玩就开心啲咁样。跟住我第一次系扮揸车，系我唔讲大话嘅，系的而且确咧，我哋好安全嘅，因为咧我一路咪嘴一路做戏嘅时候咧，再揸车就太危险啦，咁所以咧系有个拖车拖住我哋。我可以好瀟灑地咁去 enjoy 個 experience， 跟住一路喺度唱，一路去玩，即係同我平時 MV 好唔同啊！我覺得呢一次有一種 mood 係純粹帶大家喺個旅程去輕鬆一下。其實音樂其實都可以好簡單，就係、是、開心輕鬆。